好，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知道，就是B-box 怀浩的哥哥其实就是怀秋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其实大嘴巴的，对，还是有很多粉丝可能会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看到了就是一些报道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你的哥哥是怀秋，对对。那在这些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人会觉得说，就是哎，为什么哥哥很早就出道了、啊，然后弟弟比较晚啊？为什么哥哥很早？其实我也没有去想这么多。对，其实原本是机会是在我先出道的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去面试这个试音这个大嘴巴团体。然后我就带着哥哥一起陪我去。原本是你？对，然后制作人老板他们看上我哥哥，想说，哎。你有兴趣吗？然后我就在那边 ，OK，、哦、这个感觉帮 QQ，OK，、okay, 这感觉我懂，所以差那么一点点就变成反过来，我先出道，哥哥在旁边。我还记得当初我在参加就是歌唱比赛的海选的时候，然后我在参加海选，我的才艺表演附加的才艺表演是国标舞，那时候我带一个女伴去跳国标，就是附加才艺表演。表演完之后，他问我那个女伴说：“你会唱歌吗？”然后球他唱了以后，他入选，我被淘汰了。你被淘汰，真的假的？就这么惨，真的这么惨，就是这么惨。对呀、啊，难过啊。对啊，有时候就是这命就是这样。对，而且你看一下下一个关键字，你不是参加过那个 ？Oh my god！ 对，我有看过。Oh my god！ 我有看过。之前参加过超级偶像，超级偶像，我有看。哦天哪！你有阴影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分享一下。我就觉得以前表现的真的很不好啊。怎么说？因为在超级偶像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唱歌还都没有就是很稳，对，然后中文也很糟糕，然后在每次晨晨哥访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不然后讲一些字，我也可能就不太懂意思吧 ，OK 这样子，啊，对，然后讲到这首歌，就因为总决赛，其实一整季我们录第八季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一次忘过歌词，就到总决赛唱这首歌，而且这首歌其实蛮熟的。传说一段流云一段感情中，然后下一句爱就开始乱填词，爱中的难难的什么逃不空，然后完全不知道唱什么东西就忘词。可是那一段在 YouTube 上面也蛮红的，直接忘词吗？所以然后直接接第五名这样子，对就得到第五名，就是那一段影片。那个他们有说如果没有忘词的话，有可能是变第三名，哇！但是最终因为忘词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反馈？我觉得我刚刚又唱一段，好像还是没有记得。我刚刚试唱，传说一段流离一段，传说一段游离一段感情中，爱又为何填不得的掏不空，很快就风水逆流，眼泪的情是歌无底洞。你看第二句还是不行。哇，好，还是好听，很好听，还是好听，是不是？好多哎！这首歌是我的，就是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是小罩门。对，看到它会有一种恐惧。
相去了一夜，故事无法衔接，光景无从体会，缺了那夜怎么懂你才对，在你的构图藏着暧昧，在晕开的泪都是情节桥段的迂回，你累不累，谁是你的顺位的爱，哦哦哦哦，在我的陪伴你视而不见，在猜不透的你是错觉，时间的更迭，你却销毁，剩下我独自翻阅。那夜，那夜你的爱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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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你的构图藏着暧昧，在晕开的泪都是情节桥段的迂回，你累不累，谁是你的顺位，